为什么说《兰亭序》里面阿尔斗之子他都不一样？哎，他出来这个效果，对吧？他能根据每一个字的字境去产生一种变化。咱们写一下这个字。方收笔偏圆，圆收笔偏尖，偏平，第三个术法，第三种术法，术啊，在咱们这个经体字的这个永字八法里面有一种称谓叫什么，叫弩，当然是楷书的称谓叫弩。那么我想用这个弩字去讲这个术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强调什么呢？强调它的笔势，强调了它的笔势。写术最忌僵直，最切忌什么样呢？状如算子，状如算子。什么叫算子？不是算盘珠子，算筹，算命先生他那个挂签叫挂签。言下之意，写术最怕什么？写的那么笔管翘直的，很僵硬，那么他的艺术性就很差了。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写出一定的笔势，是吧？应该写出一定的笔势。那么这种笔势是表现术化生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特点。那么我想这个特色啊，咱们在讲张骞的时候给他强调一下，是很有必要的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张骞碑，他的这笔画以方后为主。那么说起来好说，以方以后，你看，太难看了，僵，是不是？倒是挺方的，你看棱角分明的，也挺有厚度。那这就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它有笔势，它有笔势。那么在行笔过程当中，还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呢？一种摩擦力，是吧？一种色势。一种色势。在讲到银碑的时候啊，我曾经给大家提到过，这种相对厚重的笔画要表现出色的效果。色是什么呢？咱们可以借用古人的一个概念来说明。乌勒衡，乌勒衡，咱们看一下黑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这么三个点画，是吧？都是拿水，这个没有任何书写的痕迹在里面，完全是靠的什么呀？靠的它的自然的一种重心力量在往下走。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，它受到了什么影响啊？
黑板的摩擦力，所以它不会走得那么顺畅，啊，但是它不会走歪，有助这个地球的万有引力，这是绝对的。那么这种出来的线很苍劲，很苍劲，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古人给咱们一种提示，在书写咱们的笔画的时候，这种笔画恐怕要不得，是吧？尤其是隶书，很薄片的。那么这也是从这种自然效果模仿而来啊，这是一个总的说明。那么咱们具体来分这个树啊，可以分成这么三种。第一种叫弯头树，弯头树，或者还有一种称谓叫什么呢，叫直挑。比如天然同声的同，左边这一树啊，弯头树。那么这种树法有什么样的一种特点，直挑有什么特点？那么它是由两部分组成，一个是什么呢，树，一个是最后的收笔，收笔。那么在楷书当中呢，或直接写成竖了，或写成什么呢，竖撇了啊，竖撇了。既然有竖和它最后的收笔组成，那么我们要考虑到这两笔之间的关系，怎么样给它书写的自然，让它有笔势。所以通过仔细观察之后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特点，这种笔画往往在竖的写竖的时候啊，它具有什么样呢，具有一种欲左先右的特点。它的朝向，它的朝向是朝字的右半部，朝向字的右半部，欲左先右。怎么讲，这个笔画总体的走势是要往左走的，为了表现出这个笔画的它的一个力量，它的一种这个形式之美，那么我在写竖的时候，我要刻意的往右边来一点，然后再往左出，再往左出。这一点呢，请大家也注意，是吧？这个是生发出笔画形式之美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。整体这个形式是往这边的，啊，收笔处做停顿，挑起，做一停顿，挑起。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叫尖圆头竖，不是成方形的，它的起笔或者收笔，那么有一处呈现出尖圆尖状，圆尖状。你比如这个字，这个字少，那么它处理得很巧妙，左边这个招上半部刀力量很重，那么右半部耳刀上半部也略重一些，那么这一竖写得很巧，不是用很拙的这种方头竖来写，圆尖头，笔画不是那么重，所以起笔收笔这一点要依靠什么呢，靠着笔尖的变化去行事，让它有笔势，要能活起来。注意，
你完全靠笔锋去说话，靠笔锋去说话，因为这儿重，这儿也偏重，那么收笔的时候呢，我可以让他们，略微让他有一些什么呢？小情绪，啊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整个这个字啊，它才具有一种亲和力，不是给人感觉很愣，啊，因为过浊而产生一种啊生硬死板的这么一种效果。最后一种竖，我们管它叫方头竖，哪一个字呢？平。中平三年的平，那么这种书法收笔以方为主，以方为主，啊，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，这种书啊，刚才我提到了，越是方的这种比较厚重的这种书，它有一个忌讳，忌什么呢？长。那么如果写的越长的话，很容易写板写死，所以我给大家提个建议，这种书法宜短不宜长，强调它的笔画的一种质感。如果是非得写出像板刷刷出这种很硬的笔画的话，那个情趣就一点都没有了。宜短不宜长，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说的张清碑这种情况啊。那么第二个，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首尾起和收一定让它有轻重上的差异。那么这样它的这种书写感才能表现出来。轻重变化，折回，啊，由轻由重，是吧？这边曲势有轻重变化，力量表现出来，一种笔势，啊，这是它的术法。那么咱们讲第四个挑法，这个挑呢，在楷书当中啊，我们称之为撇，因为隶书啊讲究以八分相对曲势，所以呢，在左边的笔画主笔啊，它往往也要强调一下它的一个所谓的燕尾情况。挑法，我们在分析挑法的时候呢，一般来说把这个笔画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啊。这个呢，在讲曹玄的时候也跟大家交流过了。那么一个部分呢，我们称之为线，它的一个挑线，啊，另外一个部分呢，是它的收笔情况，我们称之为挑头，啊，挑线挑头的它的方向不一样，它的形态不一样，那么也决定了整个这个字啊，它的形成的一种风格不太一样。具体来分有这么几种，第一种是直挑，那么这种直挑呢，咱们在讲竖的时候啊提到过了，弯头竖，对吧？它居于字的左半部，啊，左边。第二种叫斜挑，第三种叫弯挑，啊，第四种啊偏短的短挑，啊，那么咱们直接就说斜挑。第一中已经提到过了，比如说这个字为为，这种挑画取斜直之势，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我在讲曹玄的时候啊，对于这种挑画是吧，咱们都强调一点，长挑应该怎么样啊，让它笔形非常的弯曲，是吧，表现出一种很委婉的这么一种效果。那么往往曹玄碑当中有些这种潇洒之气，这种潇洒纵逸的情趣通过什么体现出来呢？通过这种长条体现出来，比如说什么字啊，名，名字的名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太，写成大，太守的太等等之类的。那么在这儿张仙碑它是表现出方硬的一种效果，所以在线形上面，线条形状上面，咱们取什么势呢？
直指状，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要求。那么顺应带还得说一下，这种协调啊，在一个字当中它其实很重要的作用。有些同学在写这种协调的时候，尤其这个字往往处理不好，那么它问题出在哪里，是吧？有可能写了10遍20遍你还找不到一个它这个规律性。问题在哪里？一个最重要的症结在于啊，你对这个字它的一个空间没有一个把握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比如我这个为，是吧？我想把这个字写成多大，那么这个字左半部和右半部的笔画怎么去结合起来，全取决于它。如果说我这挑画往下的，如果我这挑画变成这样了，那形成的是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斜直之势，用咱们现在这个数学上的一种概念来说，打开了什么呢？打开了字的一个斜角空间。你把这个字拉宽了，拉开了，你把它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，那么你就能处理这个字形大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对吧？这个字它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怎么去给它配合好的，把角度看好啊，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注意。